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的是年度杰出公益人物，他们是谁呢？请看大屏。时刻保持青春正能量的他们，是粉丝心中的全能偶像，唱跳俱佳，歌唱演艺事业全面发展的他们，于今年跨界互联网行业，成为一下科技的 TFO。 在一直播平台中，他们累计直播观看量超过3亿。记住，一直播平台向粉丝网友传递公益精神，献出自己的一片爱心，彰显偶像力量，绽放璀璨光芒。他们是2017 放肆一下移动视频风云盛典年度杰出公益人物 TFBOYS 组合。再次恭喜 TFBOYS。 来，有请三位我们俊朗的少年，也谢谢他们一直以来跟粉丝一起为公益的付出。没错，谢谢大家。来，也有请四位一起合影，年度杰出公益人物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韩总。那么当然接下来呢，谢谢我们要请我们李怡小姐已经把他们的麦都拿好了。对对对， 来，谢谢韩总。韩总可以先休息一下。那么当然也请李怡小姐帮忙把麦克风拿上来，也帮忙把花跟奖杯暂时保管一下，因为 TFBOYS 要表演了。